上午8时，编队黄冈舰接到敌情通报，官兵迅速奔赴站位，做好各项战斗准备。发令不争，站得好，技术好，试射四发，预备，放！命令下达，编队各舰使用主副炮进行对海打击，成功命中目标。通过这次高强度、大负荷的主炮射击训练，这不仅检验了武器装备的技战术性能，更是对我们扎实的基本功进行了一次考核。演练过程中，特勤不断，模拟敌导弹的靶机突然来袭，编队立即组成对空防御队形，各站位按部署进行射击前的各项准备。雷达跟着好，光电跟着好，对，放。副炮站位抓住时机，果断开火，瞄准射击命中，一气呵成，空中威胁成功解除。这次海上训练通过模拟多维域、多目标、多方向威胁，构设逼真的海战场环境，强化了专攻精练成果，提高了编队整体协同作战水平和指挥员的应急处置能力。